今天来一个雪场散步，森林浴。这个步道其实不会很，就是不会走得很辛苦哎，还蛮简单的，就是不管大人小孩都还可以轻松走的步道。哇，那是什么啊？它会动哎，很像那种什么水道门。我现在要走这个步道桥了。其实我有点惧高症，不是有点，是很有，但是应该没有。有点可怕，不是？为什么觉得这个桥好像在摇啊？哦天哪，我想走快一点，好可怕哦 ！Oh my god， 我好害怕！天哪，我好害怕！这是一个水库的样子。漂亮哦！这步道很短，就是只有走完这个桥就没了。OK， 现在就又要走回去咯。这里居然有皮卡丘的贩卖机。好可爱哦！这是一个很大的休息站，我们来买茶休息一下。这是一个什么？小朋友坐的狗狗椅。这里是可以采草莓。今年的12月开始，然后这里可以采草莓，也可以就是可以直接跟他们买。苏巴诺哈纳的，这个是荞麦制作荞麦面的花。这里有一个花家族，好像是免费的，我们来去看看。这是苦瓜吗？好酷哦！那米的，哎呀，ごめん違う。又在跳舞，跳舞老师到哪都可以跳。哇，蜻蜓！今天来吃这间在那市的叫做卯三郎的店，客人太多，车子居然还停到后面。お餅か食べる。うん、いいじゃない。いい。すいません。でこれ、ココペンゼン一つ、と、ウサブローゼン一つ。はい。はい。これでウサブローゼンって餅ついてないです。ここはないですよね。ついてないです。はい。単品で、あんこ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单点的麻薯红豆。这个是主物，有萝卜、海带，还有香菇。
这个是小菜。哇，这也太赞了吧！你先等。这个是栗子饭。然后，これは何？混ぜご飯。混ぜご。这个是炊饭。我的有煮物，然后也有栗子饭。这个是卷饼，这个是红豆麻薯，这个超好吃。这个是豚，要怎么讲？豚汁的乌冬。哎，いただきます。这个乌龙面超好吃的。あんたのママこういうの食えるの？できるじゃない。他的萝卜卤的好透。今それで9ヶ月か。それで9ヶ月だ。そう。早っ。这个是栗子饭，然后它的米饭是糯米，超 Q 超好吃。そうしましたら2800円になります。3000円からお預かりいたします。这个门超级矮的，大家出来一定要小心，因为我这么矮的人，我刚刚都撞到头了，傻眼。这个是店外面的样子，接下来就是枫叶季啦。嗨，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家巧克力专卖店，然后他们家的饮品也很好喝，完完全全不输给 Godiva。 这一家是在纳须的一间店，然后它有自己的停车场，旁边就是停车场，然后它现在没有内用，以前好像有，但因为像疫情的关系，营业时间是11点到晚上5点。这是刚刚买的黑巧克力冰沙。这边是它的 menu。它有，哇塞，它居然有卖苹果焦糖巧克力 shake， 哎，感觉超好喝的。然后还有黑糖柠檬塞达，感觉不错。一间很有气氛的小店，大家以后也可以来这边喝喝看哦。